我们接着喝啊。快到了啊，快到了啊。抓小偷了啊！找这个啊？王先生，我说怎么找不着呢？狗改不了吃屎。站住！狼粪鳝鱼骨芒硝制成隐身烟雾，再配合钢丝绳索助你脱身。王道一，你骗谁呢？你干脆找个大雾天都省事儿啊！好，带回去。别动，别动。孔雪莉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你画的这通缉令，哪一点像我？这不朱元璋吗？你说鞋拔子脸就行，还真挺像的。你要是不会画就别画，找个会画的来嘛。这什么垃圾！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不能侮辱我的艺术。那我也警告你。你可以嘲讽我的技术，但不能别丢我的胭脂。嗯，哈哈，这块铁牌是干什么的？你这是假的吧，大哥？我知道你们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袁春风带头搞事情，你和张驴子是他的狗腿子，你们还不满足现在的状况，妄图把事情搞到上面去，是不是？别别别，我先更正一下。袁春风跟我是带头的，张驴子是狗腿子。哈，这倒要争。嗯。哎呀，二蛋子的血衣，胡轩轩的口供，加上好友钱的人证，哦，还有张驴子，这些你不承认也不行。这些血债，包括连超生的，你都得还。就你知道，你试试看，杀得了我吗？再说了，方总，要是没有我，旧金山那么大。你到死也找不到姚子金。子金真的在旧金山？哼，我觉得他现在过得肯定不好。我还记得他当时被抓的时候，嘴里一个劲儿在喊“方栋，方栋”，然后哭了睡，睡了哭。哎，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记得他当时有一个多月的身孕。这么算来的话。你儿子应该三岁了。你冷静点，人家随便挖个坑你就往里跳是吗？他说子金怀孕了，他就是想看到你这样。子金在消失之前，院士已经推迟半个月了。